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2月25号礼拜四个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水瓶座，有人主动对你示好哦，桃花运很旺的一天哦。第二个呢是天秤座，人际关系方面呢非常的温暖，然后你自己呢也非常的关心别人，然后受人欢迎哦。第三个呢是双子座，跟家人啊朋友啊相聚在一起，很温暖很开怀的一天。特别要注意的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巨蟹座，人际方面呢有一些矛盾哦，有一些纠结，然后你的心情啊其实有点紧张哎。第二个呢是射手座，内心有一些纠结，不知道该这样才好还是该那样才好，要找别人呢帮你开导，给你一些建议才好。在幸运颜色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绿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朋友是橘色，数字是6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粉红色，数字是7。